有本事通通事先讲，江江的教学解盘太神奇太有爱了，每天都要锁定哦，还预告还有西坡下跌，还不要买，西坡来了暴跌后完全满足，教大家未来会有五波段上涨创历史新高，也教大家没错哦，大跌开始买，整路不买，大跌开始买，人气我取，弯腰捡钻石，先买 F4 再买中小型，到今天为止连锁喷翻天， F4 每一档都爆赚，中小型越赚越多。昨天我节目教学一二三法则，指数今天真的震荡，可是主升标股继续喷，完全命中之后，投资朋友注意看哦，我一再事先强力教学的短均金叉，短均金叉今天看到了齁，就说这个复制19291爆喷的条件今天已经出现了哦，锁定今天精彩的节目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觉得我的影片很有深度，而且可以学到很多有用的技术分析，一定要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并且接收全部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点股成金的节目。今天是8月13号礼拜二，节目开始齁，跟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齁。我们的节目呢从昨天开始齁，每天晚上7点钟你点荧幕齁会有 CC 字幕的选项齁。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呢，我的节目不止你可以看教学，下方会有字幕齁，帮大家更进一步能够掌握住更多获利的关键。如果你喜欢江老师的跟各位的做的努力齁，在下方帮我留言加100齁，支持江江齁。来，另外呢行情今天是不是一样先下再上，有没有一二三法则，一突破二会拉回三攻击，今天有没有先下再上，是不是完全印证？好，那指数震荡的时候最强主升标股完全不理指数继续喷，是不是又印证了耀华要喷历史新高，带人三天三根涨停板，没错齁。好，另外呢今天的节目的重头戏齁，听清楚齁，金叉来的，金叉来的，我上周一再教学的突破翻扬金叉的口诀，有没有突破翻扬金叉，突破翻扬金叉，今天看见金叉了齁，也就是说他要去复制19291暴赚的模式，那个条件那个依据出现了齁，你没有理由不暴赚，锁定今天的精彩节目齁。来，我先看重点齁，我的最强教学一二三法则今天雏形出来喽，到底因为要讲这个短均的金叉齁，另外破解量价背离的疑虑，另外呢园区的这个独家讯息哦，辉达财报月底才出来，我们现在先知道了，已经先知道了哈，这是赢家的气质，这是赢家的优势哈，所以请各位务必把握。好，今天最重要的一张字卡是这一张，短均金叉出现了，上周事先教学预告的短均金叉出现，太棒了哈，务必把握，请大家用最快的速度把握。另外呢很棒哦哈，我们的 APP 用户太开心了，超开心，用很欢欣鼓舞的口气跟江老师分享，诶，我们的超强主升 APP 我们真的太爱你了，为什么？太强大啊哈，我们上个礼拜买 F4 四档全部都赚钱，全国第一强，然后呢爆赚的口诀，全指股 F4 第一时间没有买到不买的，因为接下来小型股的喷发的速度跟幅度一定超越全指股，就是我昨天说的大不如小，大的全指股不如小型股，懂我意思吗？结果啊，哇，今天油田喷涨停，智胜喷涨停，德绿联军创新高，带人是三天三根涨停板，我们 APP 全国第一强再次用绩效获得验证，你知道吗？今天台北股市上市柜这么多股票 ,APP 只选一档 ,2000 档选一档，选大盈为直接给它亮灯涨停，太棒了齁，所以请各位一定要把握齁，扣 3D 提款机的暴利行情，现在扣 3D 股票很多，那另外呢齁，所以你现在参加我的会员呢，我会把超强主升 APP 送给你，让你有多一个武器，让你更有信心更有霸气赚取最多的获利，请各位一定要把握，投资朋友不用讲啦、7月20号全台湾有谁预告8月第二周超级暴利大转折，我说过齁，
八月第二周这个暴力转折，未来会被市场传送，一直到台北股市创24416再喷历史新高为止。这是我的霸气，也是我带领你越赚越多的一个底气，这个自己一定要把握，有没有？上礼拜二就讲的，礼拜一要买 F4， 礼拜一暴跌1800点，你那天没买 F4 不用再买的，因为你的资金效益就没有那么大，所以一定是赶紧错过 F4 的，赶紧买中小型标股。我讲的都是站在你的角度帮各位做最棒的规划，没错齁。结果 F4 中小型档档喷翻天啊，台积电、广达、联发科、鸿海哪一档没有获利？太棒了，恭喜会员。那 F4 之后呢，耀华要创历史新高，中小型标股是不是越喷越凶？同学们听清楚哦，已经喷出的我永远不会带新会员帮旧会员抬轿，我们会有第二批接棒的 APP 帮你选的主升标股会更精彩，请各位一定要把握。我是不是各位讲过扣 3D 提款机这一波会一路涨到中秋节，我们一起相约手牵手心连心一起努力，我们相约中秋节的时候欢唱高歌，是不是？这是我的对行情的规划，这是我给大家的鼓励，这是我给你的力量，你一定要把握齁，还有很多可以爆赚，千万不要错过齁。参加我的团队，江老师会把超强主升 APP 送给你，当成你暴赚的武器，当作你暴赚的力量，请各位把握了齁。全台湾是不是只有江江每天用教学方式解盘？太棒了，真的帮助了千万无数的粉丝齁。订阅我的频道，按赞支持江江，然后分享帮助好友，扫描 QR Code 加入粉丝团，投资朋友有没有？这是我苦练的技术。为什么我都坚持事先讲？那我讲的几乎有九成都会命中，为什么？苦练啊，一个分析师苦练21年，我把苦练的成果、技术成果录成技术班，送给每一个想要成长、想要学习的会员跟 APP 用户，好，自己把握哈。人生很长，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，自己把握好，所以好好的把握住这个机会咯，有没有？加开的持股诊断，你看我过去三个礼拜帮助多少人反败为胜，好，只要你愿意开始，永远都不会太迟，有没有？ F4 啊，大跌1800点，我盘中跟大家说，园区大股东当天再买 F4， 我就是有这样的资源，我就是有这样的所谓的能力，没错吧？买台积电、买联发科、买鸿海、买广达，有没有？买台积电的话暴跌跌停板，有钱人再利用超卖再买台积电，我都事先买给大家看，结果呢超跌时没有小卖，未来喷出时你也不会有小卖，我用这个方式来鼓励大家，惊为天人，135块钱，是不是？你不是等到昨天台积电创新高才买，我昨天有挡你，我希望你昨天不要去追台积电，没错吧？江老师做节目做到这种程度齁，真的是值得你按个赞来做支持，没有错齁。来，淘宝这个联发科大跌的，跌到年限，跌到一年的平均成本，超跌啊，一定要买啊，避开风险，又称超跌买进，到昨天为止，有没有？超跌时没有小卖，未来上涨时你也不会有小卖，这是我的改良版的金句，170块啊，十张赚170万齁。台积电、联发科先喷，然后呢鸿海跟广达慢喷，也就是说你还有机会上车，没错吧？结果鸿海好 ,168 喷到今天183的，有没有难度？没有难度，好不好？不是今天不能追哦。昨天我讲你不能追台积电，昨天你不能追广达，利多实现不能追啊，短线不能追，没错吧？今天一样哦，今天你去追鸿海，我认为那个资金的效应不够大，赶紧锁定中小型标股比较实在，没错齁。好了，鸿海你看赚15块钱的，有没有？再来看这个广达跌停板 239.5 跌停板，到昨天已经赚32块钱了，是不是？人气我取，趁超跌拥有小麦，好棒棒，果然是我事先预告，你事后验证，
最棒的操作，最棒的暴赚的策略，继续努力赚大钱，没错吧？是不是？好，所以你错过之后呢，务必把握哈。好，接下来我跟各位破解两件事情，破解量价背离的疑虑，另外呢做金叉的教学，注意听哦。好，这段节目含金量满满，全台湾周江江有办法，有劲，而且很愿意用教学方式帮助你掌握未来的暴利，请各位认真听，听完之后务必要拿出霸气来做把握。投资朋友，金叉已经出现了哈，好，你看整个逻辑，你看我不是死多头，在不该出手的时候我会挡你，我会希望能够帮助你控制住风险。8月1号大涨400点，很多人讲火力全开的时候我挡你啊，绝对不能追，保证还有低点。投资朋友，好，你看哦，这个 B 波结束还有 C 波，有没有？好，事先预告之后真的下跌了，两天跌1800点，然后完全满足，在你最需要帮助的时候，在你最脆弱的时候，我给你最强的引领，给你满满的爱，有没有？完全满足了，未来会有五波段上涨。投资朋友，你看这一波是不是尽全力的帮助大家？没错吧？整路都不买，大跌1800点的时候开始买，人气我取，弯腰捡钻石，遍地黄金，而且还把未来周线大长红事先通通画给你看，这就是苦练有成的江江，就是你最大的靠山，没错吧？好，所以像江江，我可以未来可以帮助你创造很多的获利，有没有？我一直教学，看看未来会有大长红，不止大长，你看哦，我为什么就在这边画会过新高？因为没有背离呀、啊，保证24416未来一定会过啊，是不是？这是我的雄心壮志，这是我技术分析的底气，没错吧？好，那我昨天是不是教一二三法则的嘛？是不是又命中了？今天是不是先下尾盘又拉，有没有？一突破，二拉回，三攻击，好，真的是很棒哈！来，先看这个验证法则，有没有？好不好？一突破，二拉回，三攻击，跟这边19291一模一样，是不是？好，昨天教学过了哈，我今天就不再做教学，因为今天已经先下再上，完全做验证，有没有？今天先下尾盘又拉起来，是不是？指数验证法则有二拉回才有三攻击，是不是？太神准了哈！我竟然可以把极短线细微波事先预告啊，分析到淋漓尽致、无懈可击的境界。然后，而且有没有？今天你会发现指数回调的时候，哎，真的很健康。然后呢，给你智慧，给你机会。然后指数回调的时候，主升标股不等人，今天是不是标股比指数强很多？五告赞，锦江系五告赞哈！来看今天的重头戏，投资朋友，金叉来了。我上周是不是跟各位讲一件事情，突破翻阳金叉，有没有？来，投票，这是19291，有没有？修正后未来要大涨，均线有没有？先突破后翻阳再金叉，突破翻阳金叉，好，左边因为有这个金叉，这个条件成立后，才造就了一大波的主升段喷出大暴力。好，那现在行情如果要复制，是不是？花时间一天一步一脚印慢慢做观察，未来均线有没有突破，有没有翻阳，有没有金叉，来投资朋友张大你的眼睛看咯，看仔细咯，来投资，是不是？好，你看这边很清楚，图形上面有没有，这边出现短均突破翻阳金叉，突破翻阳金叉后造就一波喷出，那请问投资朋友亲爱的，你今天用眼睛看有没有看到金叉？所以如同我预告的，突破翻阳金叉，锦价五告站，站到不行。好，然后呢，注意听，接下来这个金叉注意看哦，只要没有长黑、中黑跌破两条均线，它就注定会喷出。OK 哈、哦，已经尽全力了。好，全部都是上周交的，今天只是验证而已，好不好？OK 哈，好，再看一次，好，你看我的逻辑哈，有没有？就是上礼拜跟各位说的，短均金叉，这是复制19291后面爆喷的条件，好不好？今天来的，今天真的来的哈，所以什么务必要把握，有没有？就是说日线 K D 黄金交叉，现在连短均都金叉，那月周线呢？20681扣三力提款机，月线没有背离 ，A B C 满足，是不是？所有条件都符合，
符合你听江江的，拿出霸气，全力拼主升段标股暴利。昨天我这样解盘，对不对？指数因为一二三法则会震荡，可是主升标股会不管指数喷。为什么？因为扣三 D 档数太多了，轮动的过程中扣三 D 档数太多了，所以你根本就这个数字证据，你没有理由不暴赚。没错吧？好，是不是完全印证了哈？好，你再来回过头来看我七月份的预告。我7月20除了预告八月第二周暴力转折，目前神准验证之外，什么？7月22号，我预告什么？资金充裕，好，这个是景气持续回升，因为第二季营收创历史高，所以半年报一定不会难看，有没有？七月份预告还有低点。可是低点出现一定会喷，因为半年报不会难看。结果你看本周公布的半年报，是不是很多都激励股价爆冲？是不是？这就是专业，这就是事先预告的能力哈。现在还有更强大的，投资朋友。通常我们园区给我们讯息说，上半年的营收跟这个获利跟下半年比值大概是4:6。好了，投资朋友，上半年只占40%，财报很好。那下半年占60%，那现在七月营收又是今年最佳，那请问第三季第四季财报会好看吗？那肯定好看啊。那上半年营收很好，下半年财报又推估又更好，那请问呢，技术面台北股市会过24.16，基本面也支持会过24.16，是不是？技术面筹码面融资也清掉了，那基本面也支持，那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？那你还哪有理由不拿出霸气，从底部一路喷赚到它创历史新高 ？OK 哈，所以请各位一定要把握哈。另外呢，园区的给我的讯息，辉达八月底的财报比预期好，比预期还要超好。我用两个字超好哈，我会跟明天会跟我的会员，我的 APP 用户先独家报告这个数字。当你所市场不知道的，你都有能力知道，你当然更有霸气，能够掌握住更多的获利。OK 哈，所以请各位一定要把握哈，即将再引爆一波喷出。然后刚刚有各位教过了，金叉看到了，金叉看到了哈，所以务必要把握。另外，投保量价背离听楚。我上周有透露一次，今天再跟各位详解一次哈。很多人因为这两天没有量，江老师量价背离会暴跌，我说错非也，这次解读是错的。为什么？你看，因为上周已经清完融资，周线留下1600点下影线，我上周各位解读过了哈。这个筹码已经从散户身上大转移了，懂吗？所以初期上涨不需要量。因为筹码轻，所以不需要量，等未来喷出再补量就 OK。投资朋友，是不是含金量满满，拿出霸气来，务必跟上，对不对？一二三，一跟二的扣三 D 都爆喷，那三没有理由不爆喷，是不是？所以务必要把握哈。所以从头分析到尾，得到一个结论，就是我上周预告的。现在的转折已经确认之后呢，完整你可以复制今年四月后翻倍暴赚的暴利，那你当然必须要把握，是不是？八到十一月很好的翻倍机会，所以请各位务必要在相对冷然，在相对低档区，能别人所不能。你看昨天融资在减，有没有散户真的被吓到了？真的是筹码的优势哈，把我的话牢牢的记住，好，订阅我的频道。按赞至江江，好，今天开始底下有字幕哦，CC字幕哦，帮助你更能够来充分掌握住这个行情了哈。喜欢的话，喜欢我的努力，认同我的努力啊，在下方留言板的地方加100支持这我们的团队哈。啊，另外呢，什么 QR code 加入我们的粉丝团，好，注意听，今天有送 APP 哦，好，参加团队。APP 最强主升 APP 送给你，好，请各位把握住这个机会，同胞有没有？未来会喷的 APP 通通帮你选出来，同胞，我是一直跟各位讲这个药华药374喷到今天725了，真的创历史新高。我是不是跟各位上周跟各位教过了？好，药华药赚90%是应该的，因为你相信 APP。APP 帮你选主升标股，十张赚350万，这是你应得的回馈。那重点是我上周一路预告，
观察耀华药是不是真创历史高。如果它创历史高，这么两个意义，第一个，这不是空头，未来会创新高。第二个呢，会带动更多超跌被错杀的主升标股。投资朋友，你看这个有多强，谁有多强。你看投资朋友，你看这个趋势，我们的军豪有多强，根本都没什么回啊齁。我们上周讲的这个6187万润，对吧，这个业绩好到破表啊，即将要创历史新高啊。今天换谁，轮动过程中你看又换中沙喷出了，有没有，8028的升阳半已经暴赚一倍，就是坚持暴牢。同胞，这是什么，这是什么道理，同胞，为什么能够爆主升标股，是不是你既然确定你跟我你是买主升买起涨，买好就爆牢啊，不要受太多，除非他 APP 翻绿，只要没有翻绿就听话乖乖的爆牢，是不是你得到更多的成果了，是不是你不会被洗掉，你不会被追高杀低走无路，是不是。你看我们上个礼拜先买 F4 再买中小型，上周是买到全市场最低的联军，本波修正联军最低价那天是我会员买的，好不好，无告赞，事先预告事后验证赚 25% 了，是不是很开心，是不是很舒服，好，恭喜联军创新高 25% 了、哦、F4 之后果然是中小型接棒，太棒了，买金源店，未来扣 3D 当然趁喷出钱买，哇，又赚了 19%， 好，顺德你看，好不好，买111128了，同学你看买这里啊，划线给标股走，你自己看是不是太棒了，所以同学听江江的，先买 F4 再买中小型，你已经完全验证了，今天致胜喷涨停，需要讲吗，168买喷到187啊，绝对不是今天涨停才市价买进致胜，我绝对不做那种事情，是不是，今天油田又喷涨停，看 Q讯102 DJ 今天119，投资朋友，你可以买102，你可以跟着我买102，你为什么今天追涨停的119？赢家输家差别就是这么大，是不是？所以务必把握哈。再讲一次，跟上江江，拥有我的超强主升 APP， 四月份暴跌后的暴利还是可以复制，相信最强江江给各位最棒的引领，改变会有机会重生呐、啊。改变后观念正确之后呢，你的日子很舒坦，你的日子很舒畅，天天都对未来的主升标股有更多的期待，为什么， APP 世界无敌强，他说未来会喷的真的可以通通帮用户事先选出来吗，好，以下股票请每一个用户公开帮我做见证，德律上个礼拜8月7号德律黑黑的还没有涨，你被叮咚通知买130，今天151了。上周买130，今天买151，请问是不是事先帮你选出来？好，再来哈，这是德律已经赚了20块钱喽，恭喜再恭喜！来，同胞 ，APP 未来会喷的，事先帮用户选出来 ，OK 吗？好，来，这个上礼拜五，代人8月9号你被叮咚通知买代人。好，两个箭头底部有两个喷射机准备往上喷，结果呢当当当三天都是涨停板，竖起大拇指拼命按赞，超强主升 APP 太感动了，超强主升 APP 我们太爱你了，没错吧，再来齁、啊、恭喜带人三天三个涨停，太爱你了，是不是，好，那今天 APP 只选一档，是谁，4576的大尾影，大盈维齁，4576大盈维，好不好，三个箭头啊，三个箭头，结果呢亮灯涨停，毫无悬念啊，84 85 91啊，有没有难度，完全没有难度，是很开心，恭喜齁，今天8月13号 AV 只选一档，选一档简单轻松明确，直接喷涨停，是不是太开心的，难怪我的 AV 用户说，哇，超强主持人 APP 我们好爱你啊，是不是齁， APP 带给你无限光明跟美好，务必把握了哦。今天参加我的团队超强主升 APP 送给你。好，请各位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。
好，节目尾声江老师再帮大家重点提示一次，很重要哦哈。F4 已经通通都赚钱，这是全职股，你喷高已经不用再追了哈。接下来暴赚的秘诀就是我昨天说的，大不如小，买中小型标股，你已经验证了，验证再验证。同样我看了我的选股逻辑，我的操作逻辑，喷出的我绝对不会带新会员帮旧会员抬轿，这是我的良心，这是我的职业道德哈。那接下来会有第二波接棒的主升段标股 APP 用户说太棒了，一波赚完，赚完第一波准备再赚第二波，所以请各位一定要把握今天参加我的会员超强主升 APP 送给你，请各位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。因为我昨天也跟各位做过教学一二三法则之后，今天已经看到了啊，那在震荡过程当中，因为有太多的股票扣三低，所以那个喷出的股票会很多，所以你的跟上的速度一定要用最快的速度来做跟上哦。另外今天是不是会讲金叉，好不好？再看一次哦，再看一次这个金叉，好不好？金叉来的啊，19291，因为这个金叉所以爆喷。今天这个支持可以爆喷的条件，你在我的节目已经看到了，而且是上周预告的。OK 哈，所以务必把握住这个机会咯。既然复制爆喷的条件，今天你看我的节目，你了解之后，你用眼睛看到了，你没有理由不爆赚。好，所以请各位一定要把握哈。另外帮各位加开的持股诊断，你的手中持股如果营收衰退，未来展望不好，用最快的速度，用最快的速度帮你换股。换股成功之后，你可以立刻的反败为大胜，务必把握咯。LINE 留言或者是0800668085来电做咨询。那节目最后这个记得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祝各位操盘顺利，拜拜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觉得我的影片很有深度，而且可以学到很多有用的技术分析，一定要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并且接收全部哦。摩尔证券投顾0800668085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